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宁官，健康好生活有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咯，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哦。我们陆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，今天要做的是香煎韭菜虾仁饼。对，那这一个很多搭配的食材都有天然的鲜甜味。是的，那所以相对的也可以降低哦对盐巴的依赖。对，我们都用借着食物它盐型的味道的甜味下去调整。嗯，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用虾子，用海鲜，然后这里面就是有一只的透抽，我们把它切成一小丁，哦，然后。这一只差不多250克就可以了，然后这里面就加上南瓜丁，好，一样把它切小丁，对，一样切小丁，然后再来洋葱，好，切小丁，一点点的洋葱丁，好，所以待会的虾饼要这样子做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用一个塑胶袋，就是在搓揉的时候比较方便，好，然后再来红萝卜丁，好，切丁，全部都是切丁，都50克，50克，嗯，然后这里面呢，因为要让它口感比较好吃，香气也比较足，芹菜。芹菜，嗯，哦，然后再过来，这个是山药，好，切丁，哦，对，都一样切丁，山药有一点浓稠，然后我加上50克的花枝，好，哦，花枝姜，然后下去之后啊，我们先把它揉一揉，好，做成综合姜，对，就是做成综合姜，然后就一般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的那个综合姜一样，好，哦，那你下去之后，你再搓揉的时候，你就要看哦，它本身呢，一定要让它很均匀。对。那很均匀的话，我们现在要加上我们的韭菜。好。然后这个韭菜也是一样，我们加上差不多50克。好。哦，它会增加它的那个香味。而且它会增加口感。对对对。有的时候你吃那个虾仁煎饼啊，或者是那个刚刚讲的虾仁丸子啊。它其实有多元的食材的口感哦，它会有层次跟差异，是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风味。那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海菜，海带呀，一样都是50克。我们下去搓揉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个塑胶袋，你看手就很干净。好，对，而且就会也搓得快。对对对，然后你看它就很平均，然后平均好了之后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加一点味道。嗯，那我们加上一点点酌量的糖，糖。哦，让它这个味道更浓和，然后就是一点点香味。好，胡椒，好，酌量的糖跟胡椒。对，然后你在搓揉的时候就让它平均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在搓揉的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点点的浓稠度，而且有那个粘性。对对，有那个粘性。那因为我们用塑胶袋的原因，就是教各位观众在家里，一般我们是用一个锅子在打，对，或者料理机来打，对，把它打均匀。对，那。有的喜欢吃比较就是多的蔬菜，你就可以加多一点。好，那现在就是我们在制作的这个球的时候，还是饼的时候，我们就简单剪刀。好，剪一个切口。剪一个切口。好，那它这个搓好了之后啊，它里面啊都已经平均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点点的下。好，然后一点点的下的时候，你就用剪刀这样，哎，把它剪下。哦。它就一球。那这样子煎的话，你会怕说怕煎不熟，嗯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生的食物很多。对。那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非常非常的快。好，我们先下它哦。对，先下它。好。然后在用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去沾到自己的手为原则。对。那有的话，你像你方便的话，这样戴手套也可以，把它捏着放在里面。对。那饼的话，刚开始是球，到时候会变成就是。压下去就会变成一个饼状的东西，然后就变成饼了嘛。对，所以刚刚讲这个做大饼、小饼都可以。对，是的。体积大小，然后你要的形状，然后也随着你的食材的分量而调整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这好了之后，我们先把它稍微油让它平均一下。对。然后油平均一下之后，把它放下去。然后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很简单的来，这先把它放着，我们再下去煎就可以了。嗯。然后这个就是用的这个。我们的煎盘都稍微压一下就可以了，就跟汉堡排一样。对，这是一个海鲜排的。对，然后压的时候你就平均压。嗯。好啊，你也可以把那个我们的那个锅铲沾一点油下去压，它就不会粘在上面。那同一时间哦，我们师傅那个煎饼哦，这个把它煎焦香之后就可以来翻面。对，那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水把它焖一下，因为中间怕它不熟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要调一个酱，乌醋酱。这个乌醋啊，我们差不多6大匙下去。好，我们6大匙的乌醋。对，然后一点点的糖，差不多1大匙就可以了。香油1大匙。好。嘿，然后我们的酱油1大匙。好。然后这里面就是加了3种新香料。嗯。好，4种，这里面是香菜根跟我们的葱。好，香菜根跟葱。对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辣椒。辣椒。嘿，一根。好。然后再加上我们的
蒜末，蒜末，好，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乌猪酱。好，然后等一下我们煎好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酱汁啊淋上去就可以吃了。好，那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煎饼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好了之后，我们看煎饼吼，因为煎饼在煎的时候怕它熟成。对。不够，所以你加上一点水，让它半蒸半煎。好，有点像水煎包的概念、是的，就是说两面煎的焦香之后，加很少量的水，然后让它有一点点半蒸煮、然后让它核心的、部位哦会熟成。对，然后现在熟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起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吃哦。通常啊，大部分以海鲜、蔬菜等等为主啊。嗯。层次感很特别，很高鲜。虾饼里面有那种脆的，有那个比较 Q 的，就像那个花枝，那有虾子，然后还有蔬菜，所以你一口咬下去有各种不同层次，然后再加上它加的甜调味酱也酸酸的，所以它这个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食物哦，这个真的是百吃不厌，而且大人小孩子，你看它切成这样子，再老的人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啊，所以一个食材好坏其实是影响很大了，